只需要三步就可以学会美味的江西南昌拌米粉。家人都说太好吃了。第一步，先米粉烫30秒，捞出沥干水。第二步，调汁，青椒、小米辣、大蒜都切碎，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，此刻厨房里太香了。一点老抽、生抽、蚝油，鸡精、盐调味，再把料汁搅拌均匀。这是拌粉的灵魂。第三步，沥干水分的米粉倒入碗里，淋上刚刚调好的料汁，来一勺咸菜，一勺榨菜，花生米，撒上一把葱花，搅拌搅拌就可以吃了。这样做的拌粉一口下去真的绝到家了，做法就是这么简单，伙计们快做的试试吧，没人能抵挡住它的美味。